个可以帮我出书啊？大家好啊，我叫阿细，我是一个好喜欢看书的学生。今日在公园的时候，我好想看一本书。我冇书，冇得睇书，所以我想自己出一本书。我开始自己出书，我好开心。爸爸妈妈他们都帮我出书。然后我先去画图，爸爸帮我上颜色。爸爸说，阿细，你写得好啊。然后我开心地答，多谢爸爸。我要油颜色的时候，妈妈帮我剪开张纸。妈妈说，阿细，你好叻啊。我笑住答妈妈，梗系啦，多谢妈妈。到我剪开张纸的时候，嫲嫲行咗过嚟。佢諗住嚟帮我贴图。嫲嫲讲，阿细，你剪得好。我笑住讲，梗系啦，好易啫，多谢嫲嫲。我贴图的时候，爷爷帮我写。爷爷话，阿细好叻女啊。我跟住答，唔系啊，爷爷，系有你哋帮我，我先做到。我写书的时候，哥哥帮我将啲纸钉埋一齐。哥哥笑住话，我细妹大个女啦。我讲，好嘢，哥哥都话我做得好。佢哋好开心帮我出书，本书是我哋一起出的。好开心啊，我有一本书了，
我哋一齐睇书啦。系，唔记得帮本书改名，你哋有冇好主意啊？